啊，要到一个轻轻松松的系列了，好不好？一直玩，一直玩啊！哦，我最近是推掉了很多老的点啊，哦，推掉很多庙会，很多老街，我真的是跑不动，我跑不动了，很累啊，哦，真的需要出来走一走，好不好？啊，前几天有位观众寄过一张照片，他说这个是在他们苗栗，哦，有一间很可爱的土地公庙，它叫做龙猫土地公。这我去查，应该是2年前就有一些部落客去拍过了，所以不是说太特别新的景点。但是我个人没去过，我也是蛮有兴趣的哦，因为这个很可爱哦，现场真的很可爱哦，然后我带大家去看哦。啊，不知道英雄会不会去拍哦？英雄又在拍土地公庙哦，我非常喜欢看哦，他是我的偶像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机会难得，刚好可以悠闲一下，我们就跑一趟铜锣去走走逛逛。好 ，Go！ 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啊！现在上面会开个加水。靠我腰，我有没有锁门啊？我这好像每次都会犯这个错哎，寻一下。哦，有有有，三小火灾哦。我在发车，我在发车，请停止。那是延时啊，行了。这是啊，我老师，我进来的会在什么情况？安心用餐。没事。古坑啊，休息一下。我忘记刮胡子。走好走好，吃饱继续出发哦。哎，有没有观众还不知道？我有个儿子啊。你看后面的那个安全座椅，我有一个儿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等一下会先去青贝 K 重寿宫。重寿宫大家应该很熟悉吧？哦，丢甜甜露牛牛。哎，这说来也很神奇哦。最近我儿子啊，我喺暗时啊，真正哭哭咩哭哭哭，哭到未输趴着，趴到足忝的安尼。我就哭得很惨啊，这应该是。那跟我们家去刷掉还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家最近楼上刚好就在装潢，人家说那个小朋友婴啊婴儿，哦啊，他那个什么，可能他的那个灵比较脆弱，比较不稳，哦，很容易受到这种有的没的煞气去影响，哦啊，那个公主前几天跟我讲说，哎，问候你出几了那个项链，哦，用项链，哎，让上面二刷上面，哦，对囡仔做好诶，讲你要爱几个无？我说，哎。靠，刚才趴掉哎，搞不好有用。他说他给我一个，他想要今天顺便去拿，好，顺便去找他拿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再跑一趟前辈 K， 好不好？重寿宫，要经过那个大佛了，国道3号的超大弥勒佛。你好怀念哦，不过现在叫我再去一次，我应该不太敢。把贝亚公说好好专心开车，手都没有离开。哎嘿，没有什么机会跟大家闲聊一下，今天跟大家闲聊一个我一直很纳闷的一个议题啊，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免费的，啊？很多小朋友常常问你，然后之后会说哈要钱哦，啊废话哦，你今天请奇工一天也有个500-1000吧，怎么会是叫我们 YouTuber 去拍不用钱？不可能吧？我跟你讲，除非是我们自己很有兴趣需要这个题材去拍，那一定是免费，或者是自己朋友哦 ，OAN 那免费那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今天如果你们公庙想要宣传，想要找 YouTuber 做一个有广告效益的影片宣传的效果，这个其实很贵耶。那我之前好奇有去查过这个行情，他们说大概是，以你那个，我们先讲剪片好了，剪片一部影片10分钟，所以光是一部影片诞生就还不包含后面所谓的广告费，所以。YouTuber 一部影片真的不是免费，哇，真的不是。哎呀，题外话啦，讲到钱就伤感情哦，而且我们一直在做那种破坏行情的事情，价格乱开。啊，歪得歪得啦！我发现导航又要带我绕远路了，我这次就偏偏不跟你走。哎，也是好一阵子没来了，前辈 K。明天是模型庙会哦，有来，我们到了。有发现是不是只有早上会有猴子啊？今麦掏中岛，猴子也会睡午觉啊，没有半只哎。呜呜呜呜，他在那个往青贝 K 寿天宫路上那个松义茶行黑影枯叶，青贝 K 重寿宫，好久没来了，好怀念啊。
好，哥、欸、哥、欸欸，好久不见。这是要给你的儿子，是要问儿子哦。哎，啊，因为这是咱九天玄女娘娘，也是小朋友的守护神，然后他特别指示我们做了一款专门给大人小孩都通用的一款化煞符。化煞符哦，哎，就是不管恁家厝边头尾，若是有的做工程叮当吼，也是去犯着土星土煞，带囡仔出去佚佗吼，遇到一些商家、出兵队伍什么的，这一块都可以化解掉的一个最强版的。哦诶、欸，店过呢哦，有开工的嘛吼、哦？开工的店过的。囡仔平安到大汉，暗时卖妈妈哦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你看他在乱叫了。欸，我今天还拿到这个抢先版的这个积木哦，这是娘娘赐的字哦，重新受福哦，啊，用大家过年时啊来到这里当来求一个福气啊哈。公主真的很热情啊，他要多给我一个。他说你常常在往外跑来跑去哦，啊，保平安，小心一点，我、哦、就可以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车上。哦，啊，大家如果有要走村的话，记得哦，在往那个寿天宫的路上这一块牌子。哦，进去里面跟牛牛请安，哦，拜拜一下，带小孩来祈福保平安也可以。这是纯银的，它的背面是象征这个黑后歹囧，把这些煞气都给它吞化。拿到就直接挂车上啦，保平安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来到青背黑，到寿天宫拜熊背公是一定要的，好不好？是必定行程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有开啦，来松柏岭青背黑怎么可能不来？哎、欸，多超多东西的呢。哦，我真的很久没有碰魔形庙会，摸牙呢，这边还有那种新材质的神像。来哦，我们偷偷买了一个东西，我们又有一集魔形庙会了。走走，哎、欸，走走走，我混了超久的，要去苗栗了啦。天气很好呢，现在下太阳雨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在那个情况下，我目前帮助。终于，终于，铜锣快到了，出来出来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哈哈哈，好可爱。欸、你们一定看不到，哎、欸，我这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在这里而已，在这里而已。来，锁门。你们可以 Google 这个铜锣窑，哦，就在铜锣窑后面那边而已。它这边有一个龙猫公车站，不过这不是真的车牌啦，装置艺术而已。好，我看这边。在那边有没有？有看到吗？那棵树现在叶子比较少，这样看起来像是要走那个探花楼才能过得了。那后面还有那个进那个油菜灰，我、哦、看起来超美的。不把大外套下来，有点冷。各位，我们到了。龙猫土地公在这里，啊，差不多一个人高哦，啊，小小的而已。啊，我刚刚看那里面好像没有神像，有啊，它里面就是一个牌子，还有简单的敬拜一个香炉，然后还有信众提供的这个蜡烛。它旁边这边还有一个很小很迷你的这个金炉，它可以在这边烧纸钱。啊，刚刚我们有遇到在地人在这边拜拜。其实它这样正面看下去，又比较像一个元宝，哦，有一个像一个元宝。那它这次有点修没修好了。哦，这边比较短一点点。对对对。哦，看起来是一个元宝。不过它其实本来是一间庙，但是它是真的被这个树包起来了。对。对吧？是真的被真的被包起来，只是说它把它稍微修一下。哎，修一下，本来要有一个庙的形状，结果没想到修起来这么可爱。他们说起龙猫要从后面看。对。不过它这一次修的比较瘦。嘿，他修太瘦了，然后以前比较厚啊，比较胖，比较像一只龙猫趴在那边，他现在就是修太瘦了。你不要想说我拍这个一直抖，哎，我可是在走这种路，哎，不抖都难呢。刚来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刚来。没有这个严格，他说有曾经经过一些整修啦，我比较可惜就是没有保留他原始的样貌，就变成一个比较新的洗石子的路这样子。又有一位居民来这边拜拜，他们对这个土地公真的很虔诚哦。啊，这得来跟我来参堂参拜土地公，啊，这是守住这个土地的神明这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油菜花花海，这条路不好走啊，你看那个水超级的，哇！
好，好悠闲哦。现在不能想起一件事情，就是等一下还要开三小时回去，还要开三小时回台南。舒服，这里气氛真的很棒。从它对岸这个角度看会更好看，因为整个树会比较完整，圆圆的这样。还有后面还有一些油菜灰。好，要回台南了，我觉得很值得哎。坦白讲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值得，就是开很远的路来到这边，然后看到这一幕，就觉得整个，反正就很值得了。对，好了。糟了糟了，回家回家。好，这集就到这边，拜拜。